小刀，今天我们要蒸包饭。妈呀！胆小的让你吓出病来了。本身你妈精神就有点不好，这样让你这么整，不受刺激呢。哎，爸爸，你告诉一天能不能来？之前说自己老年痴呆了，现在又精神受刺激，他非得给自己整点啥毛病出来才行。没毛病，能让你吓出毛病吗？这是山芹菜，这是黄瓜香，还是黄瓜香的？嗯，颜色啊。看看我发的面，这面发好坏能看出来呢。这样式的姑娘，要是发起不来，你看这可宣乎了，不敢摁，咽下咔一下子。嗯，这面发的好是吧？要发的不好哈，就不是这样式的。假如这面发的不好，蒸出那包子或者馒头都不好吃，懂吗？懂。嗯，你懂的。出来在干什么嘞？炒菜。你看这面。发的少的面是不是？要不我揉吧。那，哎呀，来，我就愿听这话，又上灶了。我就愿听这话。哎，真好看，这个围巾扎的。我妈真的。面有点发少了。还是像上次那么揉。哎呦，姑娘真下力。你妈的事儿呢？哎呀妈，姑娘不能呛那么多面子，不能呛那么多面，底下的面子有点太多了。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没那么。哎，你放手里一会儿。这个十八折的呗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包的十八个折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折。哎，自己家包包。不是十八个折吗？我大的包十八个折，小的十。自己家包包就实惠哈，你看这肉馅儿。嗯。是黄瓜香的。嗯。哎呀，怎么把黄瓜香给包了呢？包包就是快哈。对呀、啊，包饺子太麻烦了、嗯。但是我觉得饺子好吃。爸爸，你愿意吃包子还是饺子？啥都行，我这个人吃饱为原则。大家愿意吃包子还是饺子？大家有愿意吃包子的，有愿意吃饺子的。包子。我替大家回答了。饺子太慢了。我愿意吃饺子。哎，这十几个折，你包的？这是我包的。嗯。好看吗？包的十八个折。我包的可以。小刀刀，你看咋的？擀皮儿呢？谁说我们家小刀刀不会擀皮儿？小刀刀，哎呦喂！看我的眼神，一脸嫌弃。开锅！哎，一二，哎，你看这个，流油啊！你这包子，嗯，啊，烫！我知道烫了木耳朵可舒服了，你爸才犟眼呢哈！你没烫木耳朵，他就不摸。你这个没少搁油啊你！啊？嗯。都腌过了。